一进入展场，彭安正老师的竹雕首先映入眼帘，一对惟妙惟肖的老夫妻雕像让人莞尔，也让人惊叹，原来竹雕可以这么细致。至于已经失传的螺钿工艺，则是由张茂森跟张茂清兄弟俩联手展出，精工细琢堪称一绝。特别要跟各位好朋友来推荐，就是我们享誉国内外，甚至红到东瀛哈，到这个日本，都得奖大师的一些作品呢，竹林雅集的作品呢，一系列的展览在我们文化局哈，那有竹编啊，然后有这个玻璃，有陶塑，也有木雕，还有螺钿哈等等不同的创作媒材，大家都很清楚啊，这个工艺类的艺术品呢。转成所谓的文创类是最短的距离哈，最容易把所谓的文化转为创意，转为产业哈，所以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寄望非常高，所以在这边再度的啊，欢迎我们各位乡亲、各位好朋友啊，即日起到6月5号，可以到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美术馆来欣赏《竹林雅集》的联展。好，谢谢。好，OK，好。有人间国宝之称的张宪平把竹编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经他巧手一编，竹子的新生命不言而喻，琳琅满目的作品让人看得目不暇接。现任竹林雅集会长，同时也是漆器大师彭坤炎，这次也在展出了艺术家之列，能够一次网罗这么多大师展出，实在不简单。我也要在这里再很慎重的来感谢这次帮竹林雅集的策展单位，就是红梅文化艺术基金会啊，由我们林静文执行长那个领导的一个团队哈，帮我们那个布置场地，从开始哦那个一两个月前的一个策展的工作哈，哦包括我们会编印画册哈，那红梅文化艺术基金会哦，是我们新竹。在地的一个对于文化艺术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个团体啊，他每年他们都会承办一些艺文的活动哦，都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奉献啊。那今年度我们是他们基金会的首次的一个策展。十一位艺术家带来的作品堪称一时之选，走一趟新竹县文化局，一次将大师们的作品尽收眼底，满满的感动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开播新竹，林宝德、蔡文启采访报道。